本要来签名的，我就直接瞪他说：“你给我过来！”我都这样子。如果在场有被我凶过，直接去要签名的，你们自己打举手哈。啊，就站在旁边要签不签的，我就直接挥手说：“过来，过来，过来，就是你过来，过来，过来。”然后还捂着嘴巴，还转过头去。我的妈！我想一下啊，那后来有几个是，他就躲在旁边，一样被我看到，我叫他过来，然后他一样是捂着转过去。后来我进场了之后，他又看到我，然后跑来跟我要签名。我说都进场了，你还跟我要签名？场内不能签名拍照欸。哎，一拳，也不是，这不是一拳啊，是一拳吗？哎，这是一拳啊。对啊，都已经场内了，还在那边拍照，欠打。你不能去。好困哦，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老了？卡了。小鱼这个角度呢，很明显看得到我的队友。小鱼好像看到了，小鱼看到了这个角度，我看一下哦，浮生合体，好困啊，好想去 CWD，可是不能请假，都没关系。哎，汤包包，你是哪里人啊？毕竟你也是赞助我的大户之一，我要来好好关心你一下。梅子，拜托。没有纸也要讲啊！我身边一定会有人有纸的啊！请问快到尾声了，还开始不久？诶，刚开始1个小时啊，然后我就打输，打架打输死了。高雄哦，哇，那真的是没办法了，因为行程都已经提早讲了。哦吼，怎么才一点伤害？可恶，可惜。呜呼！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炸下去，炸下去！下去，下去！鬼鬼，好可怜哦！哇，如果这刚刚水也是直接下去的话，鬼鬼就上不来嘞，就吃鸡了哎！好好玩。原本上我也想去台中 CWT，然后你跟我讲，结果早上睡死，而且下午还下雨。啊，对啊，下雨是很烦诶。我那天病假，白痴哦，怎么那么快第一个当主播？没办法啊，就是打架打输啊，然后偶尔边传来一个神的声音，叫我打开包包。神他叫我打开包包，然后就打开包包了，然后的画面好像。也是，你看现在也是卡，不知道啊，开心玩嘛？那大概就是这两队太近了吧？刚聊完了哦，那天我们晚上是要跟阿金吃饭嘛，然后我们就离场的时候，因为下的雨真的很大，然后也叫不到车，我就在那个十字路口旁边撑着伞，被雨水灌啊灌的。真的是用灌的哦，你们台中有去的话也知道，雨水真的很大，整个是用泼的，所以我的理论上我的胸部以下是全湿的，然后我的外套就有渐层的颜色，裤子有渐层的颜色。
我工作的地方只有两个人的班，人家了。哦，我知道啊，像那个也是啊，超商也是不能这样子啊，也是没办法，嘿。哦，你的电脑有没有被强制装那个什么 KB 一百开头更新？我有次更新那个搞的什么 KB 四一千，四千一。哎、欸，你晚点来陪我姐，你去跟舌头问一下。我忘了哎、欸，我那时候他只是叫我重开机更新，然后就重开机，等了大概有八分钟吧，就整个很无聊。第二天也是有大雨啊，第二天有大太阳也有大雨，可是大太阳真的是热的不行。我们那天本来想去科什么科博馆哦，然后就是找不到位置坐，而且小孩子又多又很吵，又没地方可以休息。然后那小孩子要我们要走的时候，还听到小孩子讲了一句啊。爸爸，我下次不要来台中了，好不好？好无聊哦，超好笑的，小朋友都学得无聊。哇，真的好对不起我的队友，但是应该刚刚让那他带走的。我刚刚本来是要先做一个箱子，然后把自己先买好一个地方，然后再出去拼命，这样。我死掉之后，至少箱子还存在一个地方，对吧？可是我刚刚是想说，哦，有卡，我站起来就显示 ID 了，没办法，继续现场的我表示谢谢，竟帮我拿签名，谢谢教主签在书签上，超开心的。哇，所以你是唯一一个要签在书签上的哎、欸，书签书签上冲啥毁啦？那书签超滑的哎、欸。你更新三小时，哇！欸，我也没有更新到超过十分钟的欸，我也没有很常在更新啊。哇，这峡谷好多金哦！看，我整个超卡欸，天啊！我是真的，欸，这次如果 Wings 有跳更新的，不要更新哦啊！我想到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想更新的啦，我们那时候台北场第一天，我跟几个干爹在那个民宿里面，然后就是我们一个秀秀啊，他 Wings 也在更新，我想他跟下去应该没问题，他事后也没有讲说他什么电脑爆炸之类都没有，我想说很安心的跟了，唉，那个秀秀，唉，他们是不知道现在晚上吗？他们出来冲那小，现在是点，来看看哈基，来配音。哎、欸，他怎么一个人啊？没朋友？我挖开了，是空气，是空气，自由的味道。我的聊天室又坏了，等一下跳一下。好了，肯定没在。有，他们那天都在玩电脑，你知道，一群人在民宿跟打网咖一样吗？他们打 Overwatch， 然后我在看的那个粘土电影，那边超卡的，一点在那边跳的，快气死了。就不能好好让我看电影吗？签手上，你要怎么拿签名？拍照啊，照片可以永存呢。看我早点死掉，是不是没机会当雷神了啊？可惜。边界压过来，不会啦，边界还很慢压。哎呀呀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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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靠呀，按到。
我的10块钱卡住了啦，白痴哦！哎、欸，为什么不会发光了？啊、好了。叫祖侄在高雄待一天吗？理论上是。如果汤包包你第二天有要来见我的话，我可以多待一天。如何？有没有很心动？就你跟我讲说第二天也不行。QQ 在干嘛？哇，他血量怎么扣那么多？海豚不是。我来看海豚视角，海豚比较好看。卖照，我、哦、不行，会晕。噔噔噔噔噔噔，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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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墩墩完蛋了啊！墩墩完蛋了、啊，我们来看墩墩。墩墩签名，你以为你游得比我们快吗？啊，完了，他真的比较快。Baby 小嘟嘟嘟嘟嘟嘟 ，Baby 小嘟 ，Baby 小嘟 ，Baby 小嘟。哦，他被水呛到、哦。哇，我输给一个被水呛到的人，我好羞耻哦。对啊，全是拿三叉戟的哎。那天跟鱼竿、胡子他们去攻略海底遗迹嘛，有那个小僵尸拿那个三叉戟，那游超快，拿三叉戟射超快。那可以修哦，你们还想看他们吗？我觉得这一对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啦。他们现在就是半水灾。还有什么？哎，刚刚我看一下哦，汤包包，你有说话吗？刚刚这边太精彩了，没看到。看一下哦，二五放假。有人受伤了。二五放假，我是二五礼拜几呀、啊？你跟我讲礼拜六、礼拜日就好啦。你二五放假的话，那个理论上我是平时啦，应该说往常我都是晚上直接回去啦。啊啊，我再看看怎么样吧。对啊，因为毕竟高雄，我们那时候都是聚餐，然后大家就是东西哦，聚餐之后大家就是一起搭车这样子。我晚点再去问兔子啊，因为看看有没有地方住。哎、欸，其实我有好几次想开聊天台，哎呦！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十六惹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感谢冰山去订阅，你看又卡了啦！好了，我的电脑问题啊，不能怨谁，是我的错，我更新它。对啊，我说礼拜日的话。那个，我再问问看兔子啊，我可以待，只是我要找睡的地方，总不能去睡你家吧，对吧？我说以往都是我们高雄常会有聚餐，然后聚餐可能会有北部的人，那我们就是买票一起上去，一起坐高铁或是客运一起上去，这样子。火车站附近有很多，哦，我知道啊。火车站附近，我不知道啦，对不起，我没有找过，都是兔子找的啊，不好看，没人死，哈哈，意义 ，hello。
来偷偷看回去看 TI。刚好生日在8月24诶、欸、是哦。那如果你礼拜六有来的话再跟我说今天我生日。诶、欸、我跟你说我们那天那个台中场的时候我们去吃饭啊。就是我们这一桌就是小鱼是当月寿星啦。然后后来就是他就端了那个一个很大盘的生日的东西过来说服务人员就说哦而且那个服务人员哦是我们小鱼一直在撩的一个妹子他真的很可爱他被撩小鱼就是撩到已经快把傻眼无言的那种接不下话了他后来就是服务人员就是很客气啊就是有程序员还说有要帮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吗然后他我们就说好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就直接喊出来然后服务生就默默转头走掉了然后走掉之后换对